台湾话孤僻应该安怎讲？安怎写？不得。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释义：孤僻、寡合，指人的性情乖异，不喜欢与人交际，清静。用力。伊的个性较孤独，无得甲人相交叉。他的个性比较孤僻，不喜欢与人往来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，谢谢。